最新消息哦，这民众党主席也就是柯文哲呢，他因为之前这金华城案涉及了北市科的案件呢，被控涉嫌图利。那么台北地检署侦办已经约谈数名的台北市都发局还有都更处的证人。北检今天早上呢，是以被告的身份传唤了前北市副市长彭振声来到案说明，目前正在进行侦讯中。稍后最新也持续为您做连线报道。